不在这里，尾在哪里呢？尾在这个段落的结束，这就表示一个什么？一个段落。所以基本上它是一段，不是一行，看起来是一行，可是在 Word 里面是把它当一段一个段落来看哦。那底下的话只要有个 Enter 有没有，就会是一个段落。那游标放在这里之后的话，我要怎么去更改段落呢？各位可以看到上面会有个面板，它就有一个很小的两个字叫段落，对。那其实段落的功能都在这里，这个就是一个面板。但是你会看，那上面有没有什么呢？左右缩排一公分呢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没有那个分散对齐？其实是有的。分散对齐的话在哪里？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看到分散对齐？那有些功能不见的，那你想说在哪里？实际上特别注意这个在 Office 里面的惯例它主要常用的会放在外面，不常用放哪里呢？放在一个箭头，对，它就有一个机关。这个机关如果你不注意看的话，应该很多人会不知道，都在这地方。所以每一个地方有没有都会有个机关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功能都会找不到，都躲在这里面。所以每一个面板呢，你都可以切换过去。像插入里面呢，每一个有些有，有些没有的，像这个插入里面就没有机关了。版面配置有没有？有，这边就有，点下去这边就可以，点进来就会跳出一个视窗。那我们跳到常用里面的段落，如果说我今天要设置这个段落的话，第一个我要做什么呢？它要我们做左右缩排一公分。那左右缩排现在是负一公分，所以请你把它怎么样呢？改成一公分，单位已经是一公分的，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改一公分。 OK， 一公分一公分。再来的话呢，分散对齐在哪里？对齐方式本来是至中，对不对？请你把它改成什么呢？分散对齐，分散对齐。然后再来的话什么呢？与后段距离，与后段距离这边段落间距，与后段距离多少呢？一行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原来是零行，请你把它往上改成一行，按下确定。有没有发现自动呢就会改了？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改完之后呢，变这样子。分散对齐就是说，它可以把所有的字分散开来到这个段落最宽的间距，就是分散开来了。OK， 那其他的话呢，这个左边缩排，所谓左边缩排就是怎么样呢？这边我这边到这边是左边，这边到这边是右边。那缩排的话呢，它一公分就是这边一公分，这边一公分。那分散对齐，那与后段距离，后段的话就是以下一个段落之间的距离就是多少了？一行。OK， 好，那这部分我想各位先把这个档案开起来，先练习看看。